上一个客人的，等等，这是阿妹。 100两银子，他以后就归你管了。最好别给我添什么乱子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，这样子的男人才会喜欢。 现在我是你的妈妈，我想回家。我当你进入这以后，就不能离开了。 你逼我去接客，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这样对我。